就行了，不用管我。没事的，他一岁半就去幼儿园了，都是自己吃饭，锻炼出来了。莫迪一岁半就幼儿园了，他很独立啊。是啊，刚送他去的时候嘛，一直哭，像星星一样抱着我不撒手的。哦，他在里面哭，我在外面哭，但我还得去工作啊，在路上嘛就边走边哭，跟电视剧一样。你这么年轻要扛那么多事儿，真是不容易的。没事的，现在都熬过去了。妈妈，我想去上卫生间。啊，彤彤，你带弟弟去吧。啊，行。走，能找到吧？王阿姨。小关，既然孩子们都走了，那有些话我就直说了啊。哎，您说。啊，这个不好意思。喂，我现在不方便说话，回头我再打给你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得说。小关，你是个很好的女人，我也很喜欢你，但我觉得你跟我们家红星在一起生活不太合适。红星那么忙，她需要一个在家里相夫教子，在生活上给她更多照顾的伴侣。妈，我跟美洋既然决定要在一起，所有的责任我们都会一块承担。嘿，来，彤彤，你跟你爸在一起吗？我们呀，在跟阿伦吃饭，聊什么你？把他叫出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爹地和郭美阳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不要再掺和了 ，OK？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？啊，是谁把你带到美国了？这十几年是谁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了？是我，你爸这十几年就没管过你，没关心过你，怎么分不出谁对你好来？奇怪了，这张红星给你灌什么迷魂药了啊？你净帮着他。是你把我带到了美国，但我是被动接受你意愿的呀。我现在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，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，我一定留在这儿，绝对不会跟你走。我喜欢和爹地还有奶奶在一起生活。Understand？ 至于你说你照顾我，哎，我真应该让你看看人家关美洋是怎么照顾孩子，人家也离婚了，也有工作。但是他把孩子照顾得比谁都好。小关，听说你前夫和婆婆还跟你住在一起啊？美洋跟穆迪已经搬出来了。啊，是。哎呦，那你可要当心了。凭你婆婆那种揪着我死缠烂打的样子，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她去找过您吗？对呀。爹地。不见了。啊？什么？就在卫生间不见的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你有看到一个小朋友吗？眼睛大大的，穿个蓝色衬衣。哦，我出去了。我觉得他没有走远，你要不要在这一层找一找？我去下面看。好，那我先过去。好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看那个小男孩没有穿个蓝色衬衫？没有，没有。莫迪。小男孩吗？穿个蓝色，只有这么高，穿个蓝色。小男孩没有穿个蓝色衬衫。穆迪，找到你了！我是小姐，怎么是没有找到您的孩子？行，再帮我找一下。
对不起啊，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小男孩，穿着牛仔衣，眼睛大大的，头发短短？谢谢。莫迪。小关，找到没有啊？没有，红星出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要找到没有 ？So sorry, sorry。这么小的孩子能跑哪儿去啊？会不会回家了呀？对对对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他奶奶不是在家吗？赶紧给他打个电话问一问。好。你好，收到的电话是。你这真心。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窝囊废来呢？啊，儿媳妇丢了也就算了，现在大孙子也没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把我大孙子弄没了，我就不活了。不是妈，你老说我有什么用啊？腿长他们是怪我吗？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东西来呢？你要是看不惯，你回老家吧。我把乡下的房子都卖了，你让我哪儿去啊？啊？你们老师闺女靠谱吗？你找我姐去吧，好吗？我跟你说了，我挂了。哎呦，臭小子，气死我了！喂，哎喂，妈，穆迪回去了吗？没有啊。不是你把他接走了吗？啊，没事儿，妈，你千万别出去啊，我怕穆迪回去了。怎么样？没回去。这又怎么了？这是。别急，红星，有消息吗？我父亲都找了，没找到。哎，来来来，快，先坐着，先坐着。坐着。你先别着急，我让八个寻人启事，很快就会找到的。先别急啊。现在插播一条寻人启事：夏穆迪，男孩，身高1米左右，走丢时身穿蓝色牛仔衬衫，短发，报警死者与本台联系。现在咱们能动员的警力都动员出去了，你们放心，孩子一定会找到。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应该的，你们就在这等着，有消息方便确认。好的。红星啊，小孩有消息了吗？没有，还在找呢。哎呀，那你照顾好小关啊，让他别着急。我知道。还有啊，你一定要告诉彤彤，不是他的错。先这样。没人找是吗，奶奶？还没消息。哎呀，这都怪我！我当时我就顾着跟妈妈吵架，没看好穆迪。哎，别太自责睡呢，我得出去找他。美英，美英，美英，歇会儿吧，美英。美英，你听我说，美英，你别着急，该怎么无头苍蝇似的找也找不着啊。消息已经发出去了。全市的人都在帮我们找，你就休息一下。因为他不是你的孩子。
呦，喂，妈，穆迪回去了吗？没有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穆迪怎么丢了？哎呦，哎，那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马上回派出所。派出所哪个派出所？赶紧告诉我啊！警察同志，警察。哎呦，美羊，我大孙子呢？警察正在找呢。哎呀，他到底哪儿去了？你赶紧告诉我呀！急死我了！不是妈，你现在正找着呢。赵红星，哎呀，你这个爱钱刀的，你把我大孙子给我弄丢了，影响你们结婚了是不是？啊，碍你的事了是不是？我中午跟你拼了！你把我大孙子给我弄丢了！阿姨，你冷静点好吗？妈，你理智点儿。我怎么冷静啊？我大孙子没了，我的命就没了，你还让我冷静？赵红星，我告诉你，我大孙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你先别妈，没妈，冷静冷静，没事，我走呗，我都是走过去。现在有消息了吗？对不起，还没有，请您过来，我们确认一下情况。哎呦，我。